这个函数名称的话叫做 current 跟 rope， 假设我今天一个函数，那你把这边给假设删掉好了，我想我们这边把它整个删掉好了，我今天什么都没有，那我可以利用什么？利用那个，各位还记得吧插入里面有一个检视与参照，如果我要取得栏的话就 current， 按确定，这个就一栏。那列的话，假设我今天放这边插入，另外有一个函数叫 row， 这个按确定，再确定，它会是二列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在第二列嘛。啊，为什么它是一？因为它第一栏。所以如果你向右填满的话，它变二，变三，有没有？一直到这边一到九，就有了。然后如果你这边向下，它会有没有？假设往上好了，用 row 有没有？它也会去产生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地方它会自动去抓到你的栏跟列号，那如果说今天好了，我希望能够做出什么？像刚刚的九九乘法表，但是把这一块怎么样？我希望利用刚刚的 row 就帮我怎么样呢？帮我假设。用这边 OK， 假设我今天希望做出来，用 current 跟 row 做出来结果就长得像这样子，该怎么办？两个函数，假设我今天用 current 跟 row 而已做出这样的，各位试一下，这个用函数两个 current 跟 row 这很重要哈，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试一下跟标题列云端上都有 OK， 那等一下接下来看就是说，如果我在这边。要用函数的方式来做，好，那函数的话基本上就是，假设没有1到9了就直接就输出的话，那我可以利用插入函数先利用那个参照检视与参照current 先取得上面的，按确定就好了然后乘上，所以串接一个 and 符号，好，然后呢，应该是 and and， 然后一个 x， 再一个 and 串接什么？串接 row 那这个时候 row 你要怎么直接打也可以啦，或者是从前面这边拉一下，找到其他函数的那个检视与参照里面的 row， 这样按确定，再按直接按确定它会自动帮你加进来，然后 and 再串接什么？串接一个等号，所以这边的话就一个等号，然后再 and 两个相乘，那两个相乘干脆把这两这样这边把它复制好了，然后再把中间改成乘号就好了把它复制，这边贴上，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把这个串接符号跟 and 改成乘号，这样的话就会这个乘上这个，打勾一下，明白吗？一乘要把它置中好了OK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你不用去管什么栏列锁定因为它会自动去抓到什么，它现在所在位置的栏跟列，所以你向下填满的话，只会改变的是 row，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里面的公式都一模一样，都没有变，有没有？这里面的公式都没变，但是你想说，为什么公式没变，可是结果不同？道理很简单嘛，因为。你如果在这边它是一嘛，一列嘛，在这边它是二列嘛，所以这边会改嘛，相乘的结果也会变更嘛，那一样的道理，向下没问题，向右的话会改变什么？改变 current 的位置，所以你往右这边一拉，你会发现了，其实里面的公式还是都一样，都没有不变，但是最后结果为什么不同？因为它的列它的栏号又改变了，所以利用。current 跟 row 也可以做出类似的效果，所以后面的话你们也可以，如果以这个道理的话 ，current 跟 row 你们可以在那个范例档里面找一下，就是说呢，这个范例档里面的万年历也有类似的这个需求，就是说呢，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，在这里面填上什么一周的日期，就是一到七。然后那个二八到十四有没有？
第一个要把这个棋盘给 填完，那填完的话呢，当然如果你用那个 column 的话其实就 OK 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这边的话直接怎么直接插入一个什么函数，那这个函数的话是 column， 那直接参考到哪里呢？直接参考到自己好了，按确定，然后向下向右填满，可是你向下填满不 OK， 为什么？因为它会牵涉到下一列必须再加上7的倍数，加几倍？加一倍，再下一个加2倍，就是4嘛，再一个21。